Computer roll. Audio roll. Okay. Oopsie tipsy. Slow storage.Low storage, what the f- Slow storage? What the freaking hell?What the fuck is low storage? Holy Jesus Christ. Restore?Yep, let's go. Clap my hand. Okay, audio. Play, pause, play, pause, play, pause, play, pause. Okay. Play, pause.来到我们电脑之后 ，OK， 来到我们电脑之后，我们这里有三个片段。来到我们电脑之后，这里有三个空拍的片段，那我们就来调整这三个片段的颜色。那我自己喜欢新开四个，那我自己喜欢新开四个图层，这样子会比较好管理我们所有单独调整的部分。像是我们第一个，我就会调整我们的 offset， 然后我们来调整整体曝光对比跟 pivot 的部分，让我们的对比增强一些些。那像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单独的 primary wheels， 像是我们的暗部啊、中间调、亮部的地方想要调整。那我们还有 log 的部分，我通常也会在第二个部分、第二个图层来做调整。像是我暗部想要把它压到比较黑，那我们就给它一个压到黑的感觉。好，那我们下一个图层呢，我通常会调整我们的饱和度还有我们的鲜艳度的部分。那最后一个图层呢，我们就是看
我们到底要干什么？像是我通常就会加一个降噪啊，然后让它降噪 ，motion 明度的降噪啊，还有颜色的降噪啊。然后重点是我降噪调整完之后，我会。那重点是我降噪调整完之后，会把它右键 save as shared node，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 disable 这个。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可以 disable 我们的片段，然后我们把我们的这个 node 直接复制贴上到所有的片段上面，我们所有的片段都会跟着一起关掉这个降噪。那我们按。Disable 再按一次，就是让这个降噪 Node 开起来。那我们每一个片段有这一个 Shared Node 就会一起开起来。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用的一个小小功能。所以我们在调色的时候，通常就会把它关掉，因为我们播放就会变得不太顺畅。那我们关掉就会播放顺畅一些些。那我们就先来调整我们第一个片段的部分。OK， 那我们就先来调整我们第一个片段的部分。那我们现在刚刚，好，那我们先来调整我们第一个片段的部分。那我们现在大致都没有什么大问题。好，那我们先来调整第一个片段的部分。那我们刚刚在五秒钟之内就把我们的颜色大概变成这样子。我们 before 到 after。其实颇快的，五秒钟大概就可以把它解决。那我们接下来就比较深入的，像是我们想要加一些比较有特别感觉的，像是我们在第三个跟第四个中间加一个 node， 就我想要让所有颜色处理完之后，我们再来处理我们想要单独调整的颜色。那像是我觉得我想要让这些奇怪的，有点像 chromatic aberration 的这种。还有这种奇怪的杂讯啊，紫紫的这边消失掉，那么也很容易，就是我们到我们的 curve 里面有一个 hue 跟 saturation，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点一下我们这边的大概我们的颜色在哪里，好，看起来差不多在这里，那我们就直接往下拉，或者是我们来调整一下我们这一个色相的。Jesus Christ！ 那我们就可以快速的拉一下我们想要的颜色，让它变饱和的地方，像是我喜欢让黄色的地方变饱和一些些，然后我们让绿色的地方降低饱和一些些。其实原本就没有很高的饱和，然后我们蓝色可以再多一些饱和这样子，然后我们紫色我喜欢让它整个几乎消失的状态，因为我觉得紫色大部分在自然环境中很少出现，就通常都是影像杂讯的部分。好，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来调整一下 hue 跟 hue， 就是我们的色相改变颜色的部分，像是我这边觉得这边红红紫紫的地方，我想要让它。完全改变一个颜色，那我们一样也是按一下我们下面这些点，这是预设的一些，就是那这边就这下面六个点就是预设的，那下面这六个点就是预设的节点啊，那你也可以当然就是自由的拖移。那我喜欢把紫色再拖往另外一个颜色一点点，紫色的部分。那绿色的部分我也喜欢把它再
绿色的部分我也喜欢把它拖偏一点点，像是把它变得比较蓝啊，或者是比较绿。那绿色的部分我也喜欢把它偏，那绿色系绿色的部分我也喜欢把它拖比较。那绿色的颜色，绿色的部分我也很喜欢把它拖到不同颜色，因为我觉得绿色通常摄影机或相机拍出来都不是很好看，所以我们就会把它拖到比较蓝一点啊，或是比较黄一点、红一点的感觉，就看你那个影像的需求。好，那就差不多这样子。OK， 那差不多这样子。OK， 那差不多这样子。那我可以再稍微调整一下，我们整体的对比度啊。好，那我们再最后微调一下我们的影像。好，那我们再最后微调一下我们的影像，让它看起来是我们想要的感觉。好，差不多就长这样啦。好，那差不多就长这样啦。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 before 跟 after， 其实差距蛮大的。那这个也是 8bit 的一个垃圾档案，竟然可以把它调整成这样子。那我们最后降噪开起来输出的时候，就会看起来超级完美。好，那我们再来看看我们下一个片段。那我们就直接把我们的这一个片段呢，所有调整，像是我们的这些曲线啊，就直接复制到我们同一个时间轴上面所有片段。如果你想要有一致的感觉的话，你可以就直接把它复制到所有片段。如果是同一台相机的话啦，你就可以直接复制贴上到所有的影片上面的，然后变成你的图层的前三个。然后变成你图层的前三个，就是来调整有点像是色彩匹配的部分，像是我们第二个片段看起来就比较亮，那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所有亮度降低啊，饱和那个对比度也降低啊，我们就可以快速调整出有一致风格颜色的影像，但是我们的色彩匹配是正确的，像是这个也有一点偏黄，诶，其实我觉得还好，那像是第一个就有点偏蓝色，那我们就可以来调整一下我们的，让它变成黄一点点啊，让它变成更阳光一点的感觉，不是那么忧郁的颜色。好，那我们就来到第二个片段啦。第二个片段目前这样看起来，我觉得第二个片段目前这样子，我看起来这些房子的部分有点过于鲜艳，鲜艳跟饱和是不一样的。鲜艳可以让你的颜色变得更多，但是饱和就是让你现有的颜色让它变得更浓郁，这两个其实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 color boost 就是鲜艳度降低，然后把我们的饱和度给它拉起来，我们就会少一些颜色，但是我们的颜色还是非常浓郁的，像是这样子。像是我们现在中间调，我想要再降低一点点，因为我觉得，那像是我们现在觉得中间调想要再降低一点点，那我们就稍微调整一下，阴影再提亮一点点，就这样子快速的来调整。好，那就差不多这样子。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before 跟 after， 这是 before 跟 after， 快速的调整出美美的影像。好，接着最后一个片段。好，接着最后一个片段，那这一个片段就是一个好像看到阳光，然后就整片白的感觉。那最后一个片，好，
好，来到我们最后一个片段，那这个片段就是看起来就是整片白，就是我想要让它就是完全过曝啦，不管它了。然后我们颜色就来看一下我们的这边颜色阴影的部分跟有阳光的部分，其实色温差颇多的。那我们这边这一个影像呢，就给它黄色加起来，然后我们的亮度也让它调整一下，然后对比也调整一下。好啊，这样快速的搞定，完美，其实超快啦，就是一个爆炸快的概念。我觉得还是好像有点过于饱和，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饱和度再降低一点点。然后我们的绿色，我觉得看起来不是很 OK， 我们可以再稍微微调一下我们这一个曲线的部分。那你当然也可以把这个曲线变成跟我们的影像。